5月24日，有店家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了一段店内的监控视频，曝光某男子似乎有偷东西的行为。该男子身穿白色上衣，打扮得很帅气，独自一人在挑选着商品。在反复查看几件东西之后，他离开了该店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他在拿起某物件后并没有付钱，而是径直走开。店里的监控录像也恰好拍到了他的正脸。有网友根据该男子的身材与脸型推断出这是25岁的新生代偶像彦希。店家放出监控后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。随后彦希在直播间中被问及此事，他回应称当天晚上喝醉了酒，在中途上厕所的时候路过这家店，就以为酒吧消费与店里是一起算的，但是并没有存心偷东西。彦希解释清楚后，有理智的网友认为其实这个说法就我个人而已还挺合理的，店员确实看见他没付钱走了，认为他偷东西了，他给了酒吧钱，再加上喝醉了所以自己付了钱。在今年1月还参加了青春有你第3季，目前事业正处在上升期。既然彦希已经解释了自己没有偷东西，大家还是理性看待此事吧。